好，来，我们看 SVM 2016的这一题 A， 它告诉我们 quadratic equation x 2加 2wx 加 3w 减 2， 然后 w 是 constant， is always positive when p 在 w 在 p 跟 q 之间。Find the value of p and q。OK，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的 always positive 的话，就是说，我的那个 b square 减 4ac 是小过零了，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有 2w square 减 4e，然后 3w 减2小过零，然后所以我就有 4w square 减 12w 加8小过零，然后 w square 减 3w 加2小过零，然后这边开括弧小过零。w 减 critical value w 等于一 w 等于二，所以我的这个 w 呢是在一跟二之间。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边是一跟二，然后小过是在这一边。OK，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p 是一，q 是二，好，就是这样。OK，所以这一题跟我们平时的那种题目有一点点不一样。OK。看一眼。好，B 的这一边的 curve，它的 quadratic 会是这样，然后这个15是它的 root，所以我们知道它的 root 是1和5，然后它的 minimum point 是减 8，所以它要我们找 h 跟 k 的 value，所以我的这一边的时候呢，它的这一个 2k 会是等于减 8，k 等于减 4，这个是它 minimum 的部分。我的 axis of symmetry 是1加5除 2，然后1加5 6，6除2是 3， x 等于3。然后我的 axis of symmetry 的部分呢，它就 x 减 h 等于 0，h x 等于 h。所以我的这一个 x 等于 h 的时候，x 等于 3，所以我拿到 h 等于 3。所以我在这边我拿到的是 h 等于 3，k 等于减 4，就是这样。h 等于 3，k 等于减 4，然后 hence sketch the graph of f(x) for x 在0跟6之间，所以我的 f(x) 是二挂弧 x 减3，二挂弧，在这一边二挂弧 x 减3的 square，然后它在这一边减8，所以我的 a 等于2，笑脸 minimum 是减8，当 x 等于3。然后它是三减八是它的 minimum，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f0 的话它是二挂弧零减三的 square 减八，然后九二九18，18减八十，然后过后我有二挂弧 x 减三的 square 减八等于零，然后就是我要找它 y-intercept，所以我的 x 减三的 square 会是八除二四。所以我的 x 减3会是等于加减 square 4，然后 x 等于3加减 2，所以3加2 5，3减2 1，所以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它的那个5跟 e 是它的 root，然后3减8，笑脸，OK，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这个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有 f(x)，然后这边有 x，然后在这边一、五、十，然后三减八，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它是 axis of symmetry，x 等于三，然后还有一样东西，它这一边还要我们 sketch 它在零跟六之间，零跟六之间的时候，这样我都要找 f(6)。f(6) 是26减3的 square 减8，然后我拿到的也是10，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的这一个60也要放上去。当他叫我们 sketch graph 的时候，我们正常是 x intercept y intercept，然后还有 maximum point minimum point，然后可是如果他有给我们 domain 几到几的话，我们的最后那两个点，就是讲第一个点跟最后那个点也要画出去。然后他说他 reflected about the x axis。然后他要我们找那个 function，
So 我们 reflected 的话呢，我们就直接 negative 它原本的那个 fx， 所以我们在这边直接 negative 它的 fx 的情况之下，我的第三的这个步骤，就我的 fx 会是等于 negative of 这整个东西。So negative of 这整个东西的话，它会变成减二括弧 x 减三的 square 加八。So 如果当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是找他的那个反过来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是 negative of 原本的那个就可以了。OK， 然后可是如果他是讲 reflected in the y axis 的时候，我是把减三变成加三，这样就够了。OK， 就是其他的都不用改，里面的加三变减三 ，axis symmetric 改掉了。如果我反射在 y 轴的时候，我改它中间这个部分而已。OK， 它反射去 x 轴的情况之下，我就是整个 negative 它，这样。OK， 好，好，接着我们看 SPM 2017的这一题，它叫我们 express 这个 in 这个 form， 这个就是 quadratic equation 了咯。然后 minimum of fx 是8， so computing the square，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它的 fx square 是这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computing the square，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x square 加 4x 加4/2的 square， 然后再来减4/2的 square 加 h， 所以它会变成 x 加2的 square， 然后减2的 square 4加 h， 所以我的这个 e 的就是这样啊。然后第二的部分呢，它告诉我它的那个 minimum value 是8， OK， 所以我的减4加 h 等于8，所以我的 h 等于12， OK， 减4加 h 等于12。然后 b 的话， find the range of value of x such that 这一个是negative， 这一个东西 negative 的话， range of value of x， range of value of x 其实是 domain 来的，然后它这个是 negative， 所以我的 b 的部分就是我的 fx 小过0的部分，所以我这边就有6加 5x 减 x square 小过0，然后就有 x square 减 5x 然后减6大过0，我把这一个搬过去，所以零小过这一些，所以这些大过零，所以我在这边我开括弧，大过零 ，xx 166减6加1，所以我的 critical value 呢是 x 等于减1，还有 x 等于6，所以我在这边它是这样，这一个是减1跟6，然后大过是大大小小。所以我的 x 小过减一 or x 大过6，好，就是这样。这个是 quadratic inequality。好，接着我们看第28题。那这个是 graph of 这个 tangent， 这样就是说减8是它的那个minimum value，x 等于减一加7除2。6除2 3，所以这个是3减8，所以我的 axis of symmetry 呢是 x 等于3， OK， 所以在这边它的这个 symmetry 的部分呢是 x 减 p 等于0，然后 x 等于 p， 然后 x 等于3，所以我的 p 等于3，然后我的 q 等于减8，就是这样，所以 p 等于3， q 等于减8， OK， 然后它要找 coordinate of h，所以我的这个 h 呢是3减 8， OK， 好。然后 b 的部分它要 find the value of a， so a 的情况之下，我的这个fx 呢它会是 a 括弧 x 减3的 square 减 8， x OK， x 减3的 square 减 8， 然后我这边就有10跟70，你放其中一个了，我放70了，so x 等于7的时候 fx 等于0， fx 会是等于0，所以0等于 a 7减3的 square 减8，然后7减3 4 4 square， 然后等于8， 4 square a 等于8，所以 a 等于8/16等于1/2，
所以我拿到 A 等于120，就是这样。好，接着我们看 SPM 2019，它在这一边，它要我们 state the value of n。So 我们这个是 quadratic equation， quadratic equation 的话呢，它的那个 f(x) 其实是 ax 2加 bx 加 c， 所以我的这个100x power n 等于 x 2的时候，所以我的100x 2等于 x power n， 所以我的 x power n 呢会是等于那个这一边降下来，所以这个其实是 x power 减2，所以我的 n 会是等于减2。好，然后它的 fx 等于0， product of the root 是 r。 OK， so product of the root 是 r， fx 等于0， product of the root 是 r， 然后叫我们 state the value of p 跟 q。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那个product of root 是 r， sum of root， product of root。 So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那个减 u 乘 u 是 product of root， 然后它会变成 r， 然后fx 等于0， product of root 是 r， set the value of p 跟 q。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 sum of root 的部分呢、啊、，so 我在我 sum of root 的部分的时候，我的这个减 u 加 u sum of root 的部分，减 u 加 u 会是等于减 q 不 p， 零等于 q， 所以我把我这整个乘上去，然后这一个其实合上来是等于零，所以零乘它也是零，所以我拿到我的 q 等于零。OK， 然后我的 product of root 是 r， 然后 product of root 的情况之下呢，我的 product of root 呢其实是 r 本 p， 所以我的 r 本 p 等于 r 的时候 ，r 的分母是一，所以我拿到我的 p 等于一，所以我的 p 等于一 ，q 等于零。OK， so p 等于一 ，q 等于零。好，然后 b quadratic equation 是这一个，然后 maximum point 是这一个 ，state the value of h。所以我的这个 f(x) 呢，我把它 expand 去的话，它就会变成 f(x) 等于六 h 减三括弧 x 减一的 square。所以我的 axis of symmetry 呢，其实是 x 减一等于零 ，x 等于一。然后这一个也是 x 等于一一样，所以我的这一个六 h 跟 h 减 k 是它的那个 maximum point， 所以 maximum value 六 h 等于 h 减十，五 h 等于减十 ，h 等于减二。OK， so 在这一边还要我们 state the type of root for f(x) justify your answer。So 我在这一边这个是减二的时候，我在这一个地方，我的 f(x) 呢就会变成了，六乘减二减三 ，x 减一的 square， 所以它这一个其实是减三 ，x 减一的 square 减十二。如果这一题你去做 computing 的 square 的话呢，它就麻烦了。OK， 这一题我们要修它 no real root 的时候，它很简单。你看，我们知道 x 减一的 square 永远会大过等于零。然后减三括弧 x 减一的 square 永远会小过等于零，可是我的减三括弧 x 减一的 square 减十二，它就会小过零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说我的 f(x) 小过零，然后 for all value of x， OK， 所以它是 always negative， 然后它是No real roots， 这样 ，OK， 好，就是它这一个东西，你就可以想象它是这样的东西来的了 ，No real root 的。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十题，它的 graph
是这一个东西，然后 touch the x axis at one point， touch the x axis at one point 的时候，这样就是说它的这一个 k 减四会是等于零，所以 k 等于四。OK， 这样它 maximum point， 它 minimum point 就是说它的 minimum 是零。OK， 所以我们就可以拿到 k 等于四。Equation of the axis of symmetry in terms of h， 所以我在这边2x 加 3h 等于0，然后 2x 等于减 3h， x 等于减 3h per 2，这一个就是我的 axis of symmetry。 OK， 好，接着在这边 graph of quadratic equation intersect the x axis at 这个跟这个，然后 the root of h 跟 k是这一个，然后 find the value of n and m，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通过这一个，然后它的 root 呢是这两个 2h 跟 2k， 所以在这一边这一题是 supply 的 ，OK， 所以我的 2h 加 2k 等于减三 per 一。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有二挂弧 h 加 k 等于三，所以我的 h 加 k 会是等于三倍二，然后我的二 h 乘二 k 呢会是等于减 m 倍一，减 m 倍一，所以我的四 h k 等于减 m。好，来接着在这一边的这一个。它这一个它的 root 是 h 跟 k， 所以这一个是另外一派了，刚才那边是第一派，现在这一个是另外一派，所以这一派的时候我的 h 加 k 会是减 m 倍 m， 然后我的 h 乘 k 会是等于减一倍 m，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 h 乘 k 是减一倍 m， 跟这一个HK 是减 4M， 这个的情况之下我就有减一百 M 等于减 M， 所以我就有4等于 M2， 我把我的这个整个减一百 M 乘过去，减减变加，所以我的 M 会是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4， 然后它理论上应该是加减2，然后在这边可是 m 大过 0， 所以我的 m 大过 0， 所以我的 m 等于2，然后过后呢在这边我的 h 加 k， 我刚刚找到的 h 加 k 是3倍2， so h 加 k 是3倍2，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我就有3倍2等于减 m 倍 m，然后我就有那个三倍二等于减 m 倍二，所以我的减 n 等于三，然后我就 n 等于减三，这样 ，OK， 这一个跟它乘过去，它就可以约掉了。然后左边右边同时乘减一，所以 n 等于减三，然后 m 等于二 ，OK， 好，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是我们这一个的对比，然后这一个是它的。那个青色的部分的对比，然后接着 using the method of computing the square, find the minimum value of fx and sketch the graph of fx. So 我的 fx 是 x square 减 3x 减 m. OK, f square 减 3x 减 n, 然后他要我们做 computing the square, m 是多少？ m 是 2, 所以他这个是减 2,然后他要我们做 computing the square， 所以他这一个会 x square 减 3x 加减3倍2的 square 减减3倍2的 square 减 2， 然后它变成 x 减3倍2的 square 减9倍4减2，然后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 x 减3倍2的 square 减428，然后17倍4。OK，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要我们找他的minimum value of fx。So minimum value of fx 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有那个
minimum value， 所以它的 minimum value 是减 17% 啊。OK，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我的这个 A 等于一库连 ，so minimum 是减 17%， 然后 x 减3/2等于零 ，x 等于3/12是 axis of symmetry， 3/2减 17%，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我的这个 f of 零的话是零减零减二，所以是减二。所以我有零减二，然后 x 2减三 x 减二 ，x 2减三 x 减二等于零的时候，开挂弧等于零 xx 一二二，哎没有，这个应该是，它的那个 root 是比较难找的，就是说我有 x 减3/2的 square 减17/4等于零。x 减3/2的 square 等于17/4，然后 x 等于 x 减3/2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17/4，然后所以我的 x 等于3/2加减 square root 17/2。OK， 在这一边它是3加 square root 17/2。是三点多，三减的话呢，这个是 negative， 所以我的这个 graph 的话呢，它就会是库连，然后一个 root 是 positive， 一个 root 是 negative， 然后它是在3/2减17/4，这样 ，OK， 零的时候它是减二，零的时候它是减二，啊，是吗？零的时候它是减二，然后在这边等一下，我在这边的时候 ，x 2减三 x 减二，所以我的这一个是这样啊，polynomial degree 二 ，e x 2减三 x 减二，所以三加 square 17/2，然后是三点多。这个是 negative 零点多，然后这个是 1.5， 然后还有减17/4，对 ，OK， 我在这一边我写错了，我的 a 等于 e 的时候它应该是笑脸 ，OK， 所以它这个是这样啊，所以它在这边这个是3减 square root 17/2，这个是3加 square root 17/2。然后这边是减二，然后这个是3/2减17/2，这边是 x， 这边是 fx， 好，就是这样。